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欢迎收看股市将军，台北股市间重挫，重挫啊，重挫！我们来看看台北股市，这台北股市，这先看台币了，先看台币。哎，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这怎么看啊？老师，贬值对不对？贬值，那贬值呢？台北股市修正，那我们看这一段哦，这一段台北股市的上涨，我们来看一下新台币，当新台币升值的时候。台北股市上涨，你一定没赚到，你一定没有赚到，你一定没有赚到。那当新台币呢？你注意看，当新台币开始什么大幅贬值，贬值，老师贬值啊，贬值，台北股市，那你想、啊，你就开始紧张了，你就开始紧张了。那我们请问这一段，当这一段，你仔细看新台币的走势，当新台币到这个位置，你可能没有感觉，但是拉上来，我问各位一件事情。如果你看这个操作，难道一定会赚钱吗？可能哦，可能性很高哦。因为你的股票如果是跟指数联动性比较高的，那你看新台币的汇率去操作股票，你去买那些大型的、大型的、大基的，或许你赚得到钱。但是我们来到股票市场，你只要做好一件事情。你不要追高都不会发生事情。我相信近期你来找于老师的，你从上上个礼拜你来找我的，我这先帮你做一件事情哦。你们近期来找我的，我做哪一件事情？我是不是先帮你先砍股票？如果没有帮你砍股票，那我问你一件事情。那很多股票你连赚你都赚不到啊，不是吗？你没有先砍股票，所以投资朋友你们要先学会先去砍股票啦。落底了没？我这边就开始跟你讲了呢。落底了没？有啊，中间有反弹啊。我这边就开始提醒你预告你了，有没有？那当这一根红棒你可能开始又有一点开心了。哎，老师快要反弹了，托您金口，对不对？那你会发现这个叫什么？融资啊，破，打死不退。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哈，很多人很奇怪啊，这一波台积电你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赚到，因为这一波台积电是大涨了，涨了超过40块钱，各位你会发现这一波台积电它的融资，你会发现。没有赚到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做一件事情了，你就开始想说，拉回有没有？那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呐、啊？那为什么这一波你仔细看这一波台积电往下灌？因为融资将近增了8000张，融资又增了8000张，为什么？因为跌下来，你会做一件事情，你会想说，世纪的拢无赚到，拢叫颠到，归来买台积电好啊。是不是有这种想法？那你会发现说，其实股票很奇怪啊。我举一档股票，你来参考看看啊。我问你一件事情哦，我们后面遮起来的时候，你会认为啊强啊，有够强的，有点足强的，对不对？足强的。可是当你今天发现跳空跌停，我今天问你一件事情哦，这一段是涨什么？各位，你知道这一段在涨什么？这一段在涨什么？那今天是跳空跌停，已经到这个位置了。这一段涨什么？做梦。因为第一季财报还没出来，可以无限上纲，可以做梦啊，可以梦，那梦可以画的多大就有多大啊。可是如果假设。因为你看这样子好像有跌嘛，对不对？老师他在跌升了，对不对？那我给你看一下，那这样子呢，
这样子多少钱起账的。那当然你这边买到的恭喜你齁，你这边买到的恭喜你齁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你会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位置，你会用这个角度跌下来的角度来看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那你这边绝对不会买，我跟你保证，这边你绝对看戏，那边唱戏的，看戏唱戏的居多。但是真正你买到又在这边，尤其是突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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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认为就要过前高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？你觉得跌升，你这边也在看，这边这边看，这边看看看看看，看到这边才开始买。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？那从这边起涨的，那你买在这边，那今天的跌停板锁了一万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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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怪谁？你买在高点的，你要怪谁？所以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啊，你要会卖股票啦。我讲几次了，我说你要选择一个好老师，不是去选择说他今天什么动作，然后什么卖了什么，又换这个，这个又这个换什么，那个又换什么。你要看的是有没有交代卖点的那个老师啊，卖点。所以近期你来找我的，你上周来找我的，你上上周来找我的，都只有做一件事情。你 maybe 你可能五档、十档、二十档股票，我都先做一件事情，我能砍的我就尽量帮你砍，甚至有些当天老师，你怎么把我的股票都砍光了？你怎么都把我的股票，我的股票也不差啊，可不可以等跌升反弹我再来砍？通常一档股票，如果假设近期有一个月，一个月左右它就可以跌了40%、50%。它有可能 V 转吗？你回答我啊！我常讲一句话，我常跟我会员讲一句话，就是说会下去就不会上来了。短短我讲短短的时间哦，我不是跟你讲什么半年、一年哦，我讲的是一个月，一个月、一个月上下的时间，它就可以快速这样跌下来，可以快速的跌下来。那我再问你，我斗胆再问你一次，可以很快速的跌下来，那它就不要跌嘛。它要 V 型反转的话，它后面要 V 型反转，那它就不要跌这一段嘛。它就横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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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够啦、啊、那为什么会跌下来？因为当你发现的时候就来不及了。为什么？无线耳机 iPhone X 啊，无线耳机啊，现在有要用手机的请你举个手回答我，到底有几个人在用无线耳机？那个那么贵， iPhone 的原厂那个无线耳机超贵的，你们现在有谁在用无线耳机的？你回答我。可是当你看到跌这一段，你就发现啊，嗨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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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刚刚是不是强调卖点很重要？卖点，你可以来检视于老师近期的卖点。我说过我卖的股票，我都有跟你交代，我都有跟你交代啦。58.5，58.5，我有没有跟你讲我有卖？58.5，你知道的啊。那卖了才能去转 VHQ 啊，不是吗？VHQ 有没有跟你讲230，今天剩多少？230，今天剩200啦、啊。你再看一次啊，卖的漂不漂亮啊？卖的漂不漂亮？买要会买，买要会买，突破平台你要赶快冲进去买。但是你要会卖，你要会卖，你要会卖，你要会卖。230我有没有交代过？230，给你看证据。哇，这样熊爱公证据啦。我讲过，在格局都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之下，你看到的叫做四个字，请你看清楚。没有看过这张字卡的我随便你哦，你没有看过这一张字卡的我随便你哦。格局有没有被破坏？对哦，老师好像格局还是向上的格局啊。那向上的格局当中，格局没有被破坏，老师你怎么写这四个字啊？你不怕被人家笑吗？大赚离场还写出哦，写那么大字230，大赚离场出，有看过这个吧？没看过这张字卡的我随便你们哦。格局没有被破，而且是穿价成交231.5，230出，穿价成交231.5，有没有大赚离场？还是你今天非得你要看到200块？今天又跌到200块，今天又跌到200块，今天又跌到200块。老师啊，我看你这波吼，我要去买到230呢，笑死人！来，齐立新，齐立新。那有没有交代过？你有看过这个字卡吧？有看过吧？有看过吧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
一二三，出了才能买自保，出了才可以买自保，出了才可以买自保。刚为什么那么激动？说邱西郎，你们千万不要做一件事情。我觉得做人，我们做人是互相的。你千万不要低档区，我在推荐，我在推荐，你不买，你老兄就在那边给我看看看看看，你老兄低档，你低档，你老兄你在看呢、啊。你买到高，你就要赖给我。我都跟你讲，我大赚离场了，我大赚离场，你还在买，那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包括齐立新，买我也跟你讲啊，卖有没有交代？清清楚楚的交代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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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23块，卖的漂不漂亮？看一下，卖的漂不漂亮？卖的漂不漂亮？一二三呐，有没有明着讲？公开讲，明着讲，这字卡，这字卡真的假的？你昨天看的是假的，你昨天看的是假的，你昨天看的是假的。那没有卖，今天105。老师哦，你这大声哦，你长辈一句我看嘛还好哦。老师，自保，来自保，自保。昨天出齐立新，买自保。你看一下这边，来来放大一下，放大一下，放大。对对对，昨天买的成本价，昨天买的。昨天买的，昨天买的。那今天我没办法啊，今天被动元件都躺平啊，我没办法啊，又回到我的成本价啊。但是你现在看到的节目叫诚实告知啊，我有没有糊弄各位会员朋友？我有没有糊弄你？还是说我糊弄你说啊，我早盘卖出？我不是那种人啊。阿林老师这才跟你装神弄鬼，就说他卖掉了。见鬼了！你昨天没奖金就卖掉了。我们做人做事就是要有凭有据。你看这张股票，来给你看这个新光钢有没有跟你讲过？新光钢有没有跟你讲过？新光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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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来来，光瓦固啊，同学定格哦，定格，定格，你猜一看，你看呐、啊，你看这是创新高，创新高做什么事情？创新高难道去追啊？涨这么多了，创新高不是通通赚钱吗？那在什么创新高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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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2.5块！创新高？创新高？创新高？早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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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，出啊！所以我说卖点重不重要？卖点当然重要，你要会出啊！你要会出。我问你一件事情，那昨天不是好好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也发现一件事情，它融资大增，融资开始暴增。融资开始暴增，不好意思，我先下车，我就先下车啊！我可不可以先下车？我可不可以先下车啊，同学？我可不可以先下车啊？我可不可以先下车啊？下车才有机会买这个啊！给你看呐、啊，那这档股票它是要有资讯的。再讲一次，今天买这一档股票，它是必须你要有这样的资讯。你要什么样的资讯？给你看一下。来，这档股票，新光光早盘，不用放大，这定格就好。新光光早盘，我们先卖哈，先卖一趟，买这一档。早盘是先卖新光光，对不对？卖了才有机会买，卖了才有机会买这个。三月底，我简单跟你讲就够了。他三月底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所去申请 纳斯达的，美国存托凭证 ADR。五月挂牌，请问是哪一档股票？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资讯呢？你有资讯就会赚钱了。我跟你讲真的啦，啊你会或许因为有些人很厉害，我就觉得发现你太厉害了。老师，这公司赔钱呢？老师，这公司赔钱呢？老师，公司赔好多钱哦，赔好多钱。赔好多钱，他可以去美国纳斯达挂 ADR 吗？你回答我啊！你可不可以回答我啊？你不要每次用你的角度那种眼光去看股票。那你也不要跟我讲说，老师那个最近的那个好像很多问题哦。那包括今天哦，今天那个铝，我问你一件事情啊，铝大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今天看平台节目都要跟你分析这个啦，铝大跌7%，美国铝业昨天跌13.5%，你有美国铝业吗？那你有？嘿，老师，我有钢，
哎丢啊，你有钢你要会出啊，你有钢，你有钢你要赶快出啊，你赶快出啊，你赶快出啊，你哎在开高哎、欸，开了5%哎、欸，你都知道美国哎、欸，你都知道美国铝，你都知道美国铝月大跌13%，铝大跌7%，那你还在看啊，你看什么？你看什么？你可以回答我你在看什么？所以我说你跟我操作，你不用管今天大盘跌116点嘛，大盘今天跌116点，很重要吗？很重要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们都觉得很重要啊，你们都觉得很重要，但是你们常常去追啊，追到高你就来开心欢乐啊，对不对？你开始你得开心，你们都是那种很奇怪，就是追到一些很高，然后这边老师推荐弄不起啊，这边推荐弄不起啊，还有这个啦。3645大麦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们要注意那种第一天才刚开始的，或者这个，他只要有一点怪怪的，那你要知道，这不是有一点怪怪的哦，它是跳空跌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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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要去处理它。1597值得，有没有这种连续性的？你看，你不能跟我讲说，老师还好还好啊、哦，老师还好，那多少钱涨上来的啊？让多少钱涨上来的，同学？你不要去追，你不要去追，就诚如我跟你讲的，科研你不要追，我都没有害你啊，不是吗？包括什么合一，跟你讲，哎、欸，不要追，那你就不要追，那你最起码你都不，你看都不会受伤嘛，不会受伤啊。那你资金呢？你资金开始要去做有效性的移转，怎么样有效性的移转？这叫有效性的移转呢、啊？你当初，哎、欸，我问你，你当初 VHQ， 你当初 VHQ 你也无存。有无？你若无存，你若这无存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咧齐力新，齐力新你若拢无存，你无存你是要哪买自保？是不是安尼？是不是安尼？你爱怎样？你爱怎样？有进有出啊，有进有出啊，那才是上策啊，对不对？那该股票该什么？该处理它，那你就想办法去处理它。你不要说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啊，这个要不要处理一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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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，他那个三月很好，老师他一二三很好。记住一句话：市场不买单，没有用。市场不买单啊，就像市场买单的时候，它就会大飙；市场买单，市场就会去追，对不对？市场买单的时候，狂喷大飙，涨了4倍，涨了4倍啊！2个月不到时间，涨了4倍啊！为什么？这涨什么？涨什么？这涨什么？那你回答我，涨什么？那最近跌什么？你会回答我？那最近在跌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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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懂吗？你懂你会赚钱啊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就如我跟你讲的、啊，有些股票你不是看基本面的、啊，就像刚刚你看到的威盛，你看威盛是看基本面的、哦，你看威盛在操作在看基本面的、哦，你看威盛在看基本面操作的、哦，这怎么做啊？这怎么做？赚一毛哎、欸，赚一毛哎、欸，赚一毛。赚一毛涨4倍啊，那跟我这讲的一样啊。那五月啊，五月人家钱会搬过来这边啊，五月人家钱会搬到这边来啊。还有这个啊，这强势啊，强势啊，整理完啊，整理完啊，整理完就等着看哦，整理完就等着看，整理完就等着看。你看我的手势，整理完你的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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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比几次了？我刚刚比几次，我就会播 VCR 给你看哦。五月份哦，我刚刚比几次，我就播几次给你看。你要找的是这样子老师啊，你要找的是这样子老师啊。那你说我今天股票老师啊，你今天那个老师你自保嘛跌，还是没再跌黑啦，啊每一次都大赚是不是？我做10档股票，一定会有1只2只突锤，你可以接受就来找我。那你要把把赚的哈、哦，把把中的。那换我跟你好的啦，你只要打电话进来跟于老师讲说，老师啊，我10档都会全中，我跟你，会费我缴得起，你喊得出来我缴得起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要知道现在的行情这种格局，你应该怎么去解决你的问题才是上策，才是上策。所以你看这种盘呐、啊，跌这种盘呐、啊，我的企图心呐、啊，10000分呐、啊。我不因为今天跌哦，我不因为今天跌哈、啊，那我的气势就开始怎么样？跟你老师一样，要开始找借口。
今天只要解盘解一大堆的，啊，接下讲铝，啊，一下讲台积电，啊，一下讲大立光，哦，啊，不然就跟你分东分西，不然你讲放空是对的，把空被嘎死了，被嘎到哪边去了？放空是对的，臭西郎，臭西郎，来，来找我哦，做这件事情，做这件事情啊，就做这件事情啊，就做这件事情啊，一样啊，只要大跌我就加嘛。大跌我就加嘛，你再听一次哦，大跌哦，今天大跌哦，我加嘛。聪明的人会拨电话，聪明的人是来过母亲节，聪明的人来跟我讲说，老师我希望你帮我解决问题。聪明的人拨电话，就是特别加嘛，就这么简单。让我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投资的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曼。行驶高速公路应保持安全距离，在国道上，小型车请将速度除以二，大型车请将速度减20。进入雪山隧道时，与前车保持两个蟹形线，或是与前车保持两个消防栓的距离，这是大约50公尺的距离。大型车则需与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，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。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哦。来看一下新贵的第六档，你没有来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打干嘛没来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你有没有来？长病毒，长病毒你有没有来？那你有来？今天是创上柜新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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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通通赚钱呐！扣讯在这边，哎，这样，啊，昨天请你来哦，这第七档哦。目前全胜，这个你们来，你们来，我不知道啊。五月你的灾哈，五月你的灾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你就不会怕，你不会因为今天大盘跌，你不会因为今天大盘跌。我说我有很多新贵股票，你是不能乱碰的，不能乱碰。哎，这你不能乱碰啊！很多人哎，很多人你忘记了吗？必应对不对？很多人啊，哎，这个嘞，哎啊，你们都忘记了、哦。我不是一个人跟你讲红海，红海吗？红海啊，嘿，红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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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有我，全市场只有我跟你讲不能买，全市场只有我跟你讲不要碰。我是不是跟你讲成交价101块，101块还胖上来100，哦，150几块，50几%你还在追？那你不要怪别人啊，你不要怪别人。要买这个啊，买这个啊，买这个啊。买这个啊，懂吗？那我说过了，本周就这么做。VHQ 出的漂亮，230。今天剩下200块了，你难道没有感觉吗？你230出，你今天200，你随便接你都赢了。那齐立新有买，有要卖，有买就要卖啊，卖了才能够去买啊。金光钢出买这一档，准备在五月 ADR， 记住哦，我都先预告的哦，五月在美国纳斯达 ADR 挂牌，
你知道会赚钱呐、啊，你要有资讯呐、啊，你要有资讯、啊，不是跟我讨论说老师啊，今天盘跌，老师今天股票跌不舒服，不舒服，那你也不要每天不舒服啊。聪明的你就要来找我，我们想办法过快乐的生活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来准备过快乐的母亲节，好，我们来准备过快乐的母亲节。我说过了，大盘大跌就是特别加码，把电话拨通，把电话拨通，把电话拨通就对了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投资的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。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。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纳税者权利保护法于106年12月28日实施，基本生活费不课税。107年申报106年度综合所得税时可适用，设置税务专业法庭。